有失远迎，来谈谈吧。若不接受，那可真是蠢到家了。 三思而后行。 这是我们的提议。 任凭吩咐，听凭吩咐。
潮起潮落，足以磨平巨石。 拉弓之时需屏气凝神，扎营待命。此为我方提议。 我方洗耳恭听。 这很合理，此言甚善，旧怨可一笔勾销。我方接受。 朋友，别来无恙。养精蓄锐。